主料鱼胶粉，辅料果冻膜、牛奶，如饮料、果汁、水果罐头或椰果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下层的制作，牛奶小火慢慢加热，边搅拌边加入鱼胶粉，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，直到把鱼胶粉搅拌溶解均匀即可。牛奶可以不必煮沸，如图七这样多的牛奶，我用了如此大小的勺子一勺半鱼胶粉，向果冻下层倒入约1/3到1/4的牛奶溶液，放进冰箱至其凝固，作为下层果冻。上层的制作，上层的制作的下层一样，只要选用另一种色彩的饮料，再加入喜欢的水果即可。我觉得水果罐头的蜜汁就是很好的选择，果肉加在里面，蜜汁也用在里面，粉好吃，多试些口味和形状，真是乐趣多多，男孩子也做得来。如果两个人一起来完成这过程，一定也非常甜蜜吧。烹饪技巧，只需掉入几滴果汁，纯净的颜色便随心变化，若脱模不是很好，稍动即可。西安鱼胶粉购买地，兴庆路老百姓对面3家，泰式街内2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